一直以为结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和他结婚后，我竟然成了他的保姆。难道他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？我努力工作不都是为了他吗？我不需要他工作多么的努力，我也不需要他挣多少钱，我只是希望他能多顾顾家。这大概是情感问题当中的一个老话题，很多恋人都是好的时候跟蜜一样，不好的时候就常问你怎么又变了呢？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于29岁，来自天津，是一名职员，女嘉宾小徐27岁，同样来自天津，也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，欢迎两位啊。结婚多久啊？结婚有半年多吧。谈恋爱有多久啊？谈恋爱是3年多。那3年谈恋爱的时候他对你怎么样？刚认识的时候对我还不错、但是他后来就变了。你指的后来是婚前还是婚后？婚前婚后都有。婚前他有什么让你？
二吃点别的呗，就早的话。就外卖了是吧？对对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忙完我以后，我就特别委屈，然后我就跑到厨房，我当时我还给他发了个短信，我问他你饿吗？我本心还是想给他做饭的，但他都没给我回短信，他穿着衣服就走了，摔门就走了。你都吃完饭吃饱喝足，你还不允许我外边吃口饭去吗？我饿肚子了。那你也没告诉你吃饭去，你走了两个多小时你都没回来，那我也担心你啊。十点多那饭店都关门了，我走了好几里路吃这顿饭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我现在都不敢跟朋友他们去聚餐。哎呦，这个委屈是吧？